哎呀，要祝大家元旦愉快了。为什么？我又参加了一个2000万的项目。张总把二钻价格打下来。价格呀，来一个。我们价格多少？敢不敢现场连线？我们二钻的价格多少？哎，嗓子弹幕是啥？哦，就是你想的那个价格。我觉得吧，我们就这个就对这个。喂，张哥去联系了。你是股东，你没有决定权。对，不是说他收购了吗？张哥收购了，30年后的事儿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个过程一定很好看。对，公司还没有股票。是啊，没上市。对。哦，好，这是能说的吗？这是能说的。哎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元宵节快乐！你看这个元宵圆吗？圆，太圆了。嗯，就像张震圆一样，是吗？那就一切圆满吧，大家。快张哥，快张哥 freestyle 一下。freestyle 这个汤圆又大又圆，就像我的名字叫张震元。哇！太强了！太强了！太强了！那个啊，对对，就汤圆这个好吃的，虽然看着它很芝麻很咸，但其实它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么甜。哇！嗯。炸了炸了，好强啊，整个！哎，大家再吃个汤。小红书。